咁啊，就做打金针呀？侬要打金针学堂，侬做啥呢？我现在就是搿只脚发麻。开刀勿一定解决问题啊！侬开刀，你开了好好，开了好好呢，出事体了。他现在已经压迫脊髓了，麻烦得很。这种病人都是手术病人，在这个他们国家里面，在荷兰也好，在都是手术的。在我们这里还有针灸治疗，帮他改善一些症状。哦，很好的。等我痛点。脑子里渗流，这里啊，我一针扎下去，有热的感觉，还有冷的感觉，有这种感觉。他要看看吗？他是多囊卵巢，啊，多囊卵巢会引起啊，不会生孩子吧？啊，所以我们针灸治疗帮他起到。一个的活血啊，通路的作用啊，改变她的多囊卵巢的一种症状，助长她怀孕的希望。那我已经整个人觉得很胀了。胀不一定表示你排卵。啊。排卵不排卵我也知道。我重视针灸工作，中医工作40年。当时不是我要学的，考进大学，他给的专业就是针灸。你长，我们长了。那我忘了了。你说好。爱上这样5年以后。啊，学了理论知识以后，就感觉针灸里面有很多奥秘的地方。痛在什么地方？痛在两个骨头里面。他的比较不会那么痛，进去很顺。我也觉得蛮惊讶，那时候第一次用那，哇，怎么会这样？但事实上就是这样，他其实就是扎完之后你就觉得好很多，就可以走路。你不要看我们的针灸啊，它有5000年的历史。比如说像欧洲有很多的疾病我们可以治疗，很多见的 MS 它就是多发性硬化症，我们可以治疗。刚才讲了妇科疾病，各种妇科疾病可以治疗，还有疲劳综合症啊，抑郁症，我们这个针灸都可以治疗，都有很大的疗效。喂，好好好，忙了还是你的啊，接等啊，这位，嗯，首先啊，你们看啊，大家看针啊，他们用电针，我就不用电针了，看见过吗？任何人任何地方看不到的。你看我们李老师进针的手法很漂亮的，就是他是用两个指进针的，基本上我看他，两个指进针对指力的要求比较高，就说你要，他就让我练，就说扎你扎成了这个木头就可以了。睡觉好不好？睡觉啊，睡觉不是太好。啊，不太好，做梦。那还不是还可以啊，做梦跟睡觉两回事。这是帮他用旧法减肥，原理就是帮助他里面的脂肪燃烧，减掉，脂肪燃烧啊，把它减掉。他扎了已经肚子已经小多了，啊，差不多10次就可以看到效果了。一般讲我们是最便宜的。啊，简单便宜啊，经济上都比较好。每次花一个10块钱到20块钱一次，都很便宜的治疗。啊，老公嘛，就是讲话讲不错，这个硬打就是讲不出到这里来打针灸。他们介绍来的，他们说他很好，有人治好了，有人会讲话了。天一啊啊一啊啊一啊一。哦，一哦哇，来，哎，大兄弟，哎，哎，哦，哎，是，你好，哎，讲话这个困难的很麻烦的，因为他主要是桥脑病变，啊，我们以前也扎过很多这种病，好吧。脑血管出血，现在走路不方便。来，几位。当然，我们的治疗不是像这西方的手术治疗一下子拿掉了，因为西方人的概念马上就好了，就是好了。啊，跟我们的一种概念还是一个理念的问题。痛的。来，这接底气了。然后我感觉啊，很奇怪，我们针灸对治疗。啊 ，OK， 那有些欧洲人、美洲人效果特别好。哦，哎，很奇怪的，可能他们他老祖宗从来没接受过针灸治疗的可能性。啊，
哎呀，所以有些问题啊，我们多了解，多看到它的治疗的它的实际的作用。